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月，欢迎来到阿月的游戏频道。魔物猎人崛起终于在今天3月26号上市喽。之前 demo 期间，阿月一直都没有发姿势与小技巧影片，是因为 demo 版本往往会与最后释出的正式版出现不少落差。因此，阿月在体验过正式版并实际测试后，整理了目前重要的游戏资讯与设定分享给大家，让新进的猎人们能快速掌握魔物猎人崛起的玩法。由于资讯量非常庞大，在游戏内的新手教学以及在猎人笔记上就能看到的资讯，我就不多赘述喽。这支影片就先以新人入坑的角度来提供比较重要的小知识与技巧哦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，Let's check it out。在这次崛起版本，不再像世界边缘那样可以透过多人连线一起解主线任务，而是改回过去村庄任务与机会所任务分开。这样子就代表着玩家的单兵搜罗技术以及装备需要一定的程度，才可以顺利推进主线剧情的发展。如果出现主线卡关而需要提升装备数值，则可以考虑进行多人任务、收集素材、资源等。主线任务的接取是在中央十字路口的村庄柜台接下主线任务，多人任务呢，则需要移到集会所才可以接取哦。进入游戏后，按加键，然后按 L 键到选项。进入后呢，在视角内有一个视角距离可以拉到100，可以改善视角太接近角色的问题，并让视野看得更远。另外呢，在魔物交战中常需要骑狗进行移动，虽然有快捷键可以召唤狗，但是当狗被魔物击中时进入晕眩状态呢，就只能靠近狗按 A 来骑乘。但其实这个按钮是可以加速的哦，去游戏设定中的操控设定，可以在长按按键调整为短，可以加速骑乘的确认时间以及跳过事件。魔物猎人崛起有一个比较多玩家反映的问题，就是攻击的特效太多了，特别是当进行多人连线，每一个人的特效非常的多，不仅让人眼花缭乱，长期的刺激对于眼睛也容易疲累，而且特效太多也常遮蔽敌人与我们的动作。对于这个问题呢，在正式版还是没有解决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游戏设定中的命中特效表现，我们可以把它改为较少，就可以稍稍改善这个问题哦。在游戏中共有14种武器可以依猎人的喜好选择，每把武器都有自己攻击的技能。本作呢更增加了交换技，可以让猎人们依据自己的喜好来更换战技，让打法更多元，也能延伸出更多的流派。关于武器与交换技的选择，阿月会另外做专题影片做讲解，在这里就不多做分析。对于完全没接触过魔物猎人的新手，阿月很推荐使用大锤或者是狩猎笛，这两把武器都是非常好上手的武器哦。大锤是魔物猎人制作人石本良三三太子的爱用武器，按法很简单，输出也很暴力，一直都是魔物系列里强势的武器，是新手的第一首选。狩猎笛虽然在正式版的伤害被 nerf 了不少，但按法简单，能补血也能上 buff， 也是入门的好选择哦。如果真的不知道该选择哪一把武器，猎人可以随时到神火村乘坐小船到修炼场练习，门口有道具箱可以随时更换武器，还能更换交换技，非常的方便哦。在对着人偶进行练习时，左下角有连续技的建议，还能看到合计伤害与历程记录，可以让猎人们比较伤害的高低。比前几代更优异的是，增加能设定训练人偶的数值与模拟动作，让猎人呢在练习时更能贴近实战哦。在本作，随从的数量与等级都非常的重要，不仅在出任务时可以提供玩家非常多的 buff 以及攻击协助，透过解锁潜水艇的任务能为你收集素材，最多可以出到3台潜水艇，共需要3个随从，另外也能参加随从隐秘队，目前可派出4个随从去为你收集素材，随从的等级越高，能收集的物资的数量与品质也就越好，长期下来能提供的物资非常的丰厚，非常建议猎人们游戏一开始就要多花资源培养随从的数量以及等级。由于出门收集物资的随从无法提升等级，所以我们就还需要多组一队随从，在随从到场进行特训轮流做替换，让随从的等级都可以平均的提高。目前阿月有15个随从，一共有11只猫与4条狗，让伙伴们参考。在雇用猫与狗时，请注意用 ZL 与 ZR 切换确认猫咪的装备的支援行动，以及猫狗均有的装备随从技能。前期我们可以优先入手拥有实用技能的随从，像是拥有麻痹、地动或者是攻击力与彗星大提升的技能。不过为了因应后续不同的魔物与地形，建议可以多全面一点，每只猫与狗都可以跳不同的技能，避免重复太多而被限制。最快提升随从的等级，就是要透过道长特训，并且使用商人像石。
玩家每次完成一次任务，他们的经验值也会随之提升。而商人向时的取得不易，最容易的方法就是爬上随从广场的祠堂后面的大树顶端，有个鸟巢，平均每过三场任务就来这边碰碰运气。不仅常常都可以拿到很多道具，而且还有很高的几率可以拿到商人向时哦。只要跟着主线任务走，很快就会自动为我们解锁第一个潜水艇，而第二个与第三个潜水艇都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完成支线任务。当主线任务进行到约三颗星后，在港口的 NPC 就会交给我们追加潜水艇的支线任务，要去收集狐火鬼灯与船艇牡蛎各三个。船艇牡蛎可以去寒冷群岛这个位置取得，由于是稀有品，要多拾取特产品牡蛎群生地几次才会有几率拿到。而狐火鬼灯可以去大社遗迹找特产品红色的摇曳果实。第三个潜水艇因为阿月还没有解锁，明天再另外做影片分享给大家。若有兴趣的伙伴，欢迎持续追踪阿月，才不会因为 YouTube 的演算法而漏掉实用攻略哦。好的，虽然魔物猎人可以多人连线，但 NS 没有支持语音系统，一直是多人游戏的硬伤。欢迎各位伙伴加入我们的 LINE 社群，这边有400多位伙伴，虽然人数不像别的地方有一两万人以上，但是我们的社群是非常温馨的地方，大家都非常的热情，帮助新手快速度过新手期。除了可以聊天交流组队，也可以随时加入阿月的 DC 使用语音系统共战，希望大家都能玩得开心哦。阿月从 PS4 魔物猎人世界与冰原入坑，就深深喜欢上这个 IP， 非常喜欢与伙伴们一起狩猎魔物。阿月还会针对大锤与狩猎敌完整使用手册，包含武器交换技的选择与优势，以及后续视频与镶嵌珠的推荐，以及更多知识性的攻略与技巧影片。若觉得阿月的分享对您有帮助，非常欢迎订阅我，打开小铃铛哦，你的支持就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。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咯，各位伙伴，拜拜。